我是林奈，我身上优雅，小肖。哦，身上优雅，对对对，当时我没听懂。小肖舞呢？哇哟，很厉害哦，还有森田优美，森田优美三个了，再来。林奈，哇，四个了。丁有菜。五个了，这应该是河北菜吗？六个了，再来再来。究竟能不能全部答对呢？他呢？哦，好冷门哦。对啊，他们都一线的。一线呢？我也一线呐、啊，所以我九个只对三个。欢迎收看 Aris Channel， 今天是爱街坊的单元。前阵子我跟孙生他们去成人展，我发现其实女生知道的 AV 女优很少，像我大概就知道山上优雅、本庄里就没了，其他我都认不出来。所以我今天来街坊看看，问一下市面上的男生到底知不知道这些 AV 女优叫什么名字呢？首先呢，就是给他这个九宫格，我来测试一下我自己也看不太出来。本庄里这我的本体，我一定知道。小玉 AI 换脸就是用他的片片换我的脸，身上优雅一定有的，这个是我觉得他是最正的。森田优美嘛，那天成人展有看到，其他我就不知道是谁了耶。这个也是山上优雅吗？怎么长一样啊？这是吗？那他是谁？天使萌，他呢？空桃，樱空桃啊，他嘞？小萧虎男，然后这森田优美没错吧？所以我只知道一二三，其他我都不知道哎。那他呢？啊他嘞？桥本有菜，他改名了。啊他呢？哦，好冷门哦。对啊，他们都一线的、啊。一线呢？我也一线呐、啊，所以我九个只对三个。那我等一下就街访观众们，那我们走吧 ，Let's go。来喽，孙总。啊，孙总，双飞啊。双飞了。今天要来街访，想要问一下，要来考考你，知不知道他们是谁？本庄林。完蛋了，你的称号。It's me。被品质抢走了。接下来呢？其他个。身上优雅，简单。身上优雅。会不会采花？来哦。不是吧，他是。你也会有错的时候，就山上优雅啊！我刚刚也以为那山上优雅，就不是这个是什么梁什么梁开头的、啊？哦，梁山林梦。知道。那、啊、他呢？天使萌。不是，天使萌是这个。怎么这张照片那么像山上优雅？那他到底是谁？换岛爱中岛枫，不入我的年龄了。哦，新友菜。那、啊、他嘞？我不知道哎。孙总没什么在看哦。因为我这个还蛮专一的，就是看 AV 女优就固定看那几个。那你其实答对的很少你没有全对。很难呢，我不相信有路人可以全对。真的吗？那我们就来街访看看。我都是临床实验。嗨，你们好，想要问一下，你们知道他们的名字是什么吗？第一个都不知道。哇，第一个是居居。你们 Google 阿贝知道吗？阿贝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哇。哇，要全对好像真的很难呢。我想要问一下，你们几岁？21岁。然后没有在看 A 片。很少看了、啊。很少看。这个女友打我哦，有女朋友了哦。你们可以叫出他们的名字。山上优雅。对，山上优雅一个。那个桥本有菜。对。哦，是桥本啊，在河北。三个。这我好像看过，但是我忘记叫什么。伊藤文学。不是。熟了。他派出大魔王了。来。森田优美哦，对，第四个森田优美，四个喽，没了吗？极限了哦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是最终答案是四个，那你们挑一个吧。这个好了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接着我们遇到这两位老司机，都三个。身上优雅，小肖。哦，身上优雅，对，当时我没听到。小肖舞呢？哇哟，很厉害哦，还有森田优美，森田优美三个了，再来。哇，四个了。丁有菜。五个了，这应该是河北菜吗？六个了，再来。究竟能不能全部答对呢？我不认识。好，我们第一个答对六位的，很棒，来。好了，我给你们各一件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想问一下，有去过成人展吗？没有。那平常有在看片片吗？有。男生的笑容，想要问你们，大概可以叫出几个的名字呢？这个是山上优雅吗？是吗？对。这个哦，这个。对。好，老司机。对，两题了。河北菜花。哈？哪一个？河北菜花。你刚刚说菜花。你刚刚说菜花。河北菜花。草食系男子。跟谁？新友菜。哦，四个了，没办法哦，极限了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四题一结案哦。我们选一件这个。好，谢谢你们。这很简单啊，一哭二闹山上优雅。对。都认得出来，山上优雅。再一个试试看。我女朋友在。我自己本人是蛮喜欢跟男朋友看 A 片，不太在意。然后我会选正的看。森田。对。完了，后面那两个字不知道。优美。对，森田优美。挤不出来了吗？啊，还有谁啊？苍井空啊。那再久一点就饭岛爱了。饭岛爱，松岛枫。再久一点，再饭岛爱。波多野结衣。啊。都没有。这都不红了。都不红了。没关系，那我们就两题。好，两题，好，谢谢。叫得出他们的名字吗？
比如说这个非常之简单，有当然可以了，一个了，马上，我每次都先吃这个。哎呦，两个了，再来，加油加油，答对会有小礼物哦。那个，这个非常知名，这个很简单。真脸吗？对，三个了，三个了。我自己是蛮喜欢看他的片，对我很喜欢他。叫什么？本田庄，本庄林。对对，四个。我有去成人展，我有看到。哇哦，你们有去成人展？我有去。哇，那我们的礼物会不会你已经有了？是要讲吗？毛巾。没有。哦，那可以。正中上面那不是什么桥本什么吗？对。哦，小朋友在吗？对，五个了。可能有点难的。极限了哈。超过极限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五题结案，来谢谢你们，来我们上礼物。我也有去成人展，但我们是去采访的。OK。对，我不是 A B B 哦。你让他塞一下发型。那想要问你们，可以讲出几个的名字呢？哦，讲出来有小礼物。山上优雅，这个也很简单。森田优美。啊，两个了。秒答。河北采花。三个了，再来。上面比较高难度。是不是有桥本有菜啊？这个对不对？四个了。这是森田优美吗？不是，森田优美是这个，我刚答过了。看来是真的不知道。那他其实也不错，他也比前面几个强。功课做不够，我一样会有小礼物。好，谢谢你们，哥哥。啊，请问可以采访你吗？可以问一下 AV 女优的名字吗？这有点难访啊。领域展开五条悟跟下游节。無料クッション。来，刚刚去吃什么东西啊？咒术回战餐酒馆。你不是去吃那个附魔的手指哦？没有，太贵了。太贵了。一样是来自日本的问题，叫得出他们的名字吗？哇，都真没有。好问题，好像都不知道。人家只看动漫啦。好，那我想要问，就是你们知道他们的名字是什么？答对有小礼物，比如说像这个，我一定知道。哦，比如说他，我绝对知道，他太有名了，男女都爱。想一下，我这森田优美。对，森田优美。哦，看男生名那我超爱哈。这个明日花绮吗？不是，不过他非常容易哦。提示哦，我提示喽。好，你提示。哦，山上优雅。对。那他呢？桥本有菜。哎呦，四个喽，或者是他，同学可不可以帮他抠奥一下？他们都整太像。你觉得他们都整太像？不知道，我还真不知道。真的哈、哦，好，我们给他四分。谢谢你， yes, 辛苦你们了。Yes.哇，其实我发现真的很难呢，要九个全对根本就不可能呢、啊，没有男生全部都知道啦，除非像他这种老司机，我的助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观众你们留言看看，你们会觉得这九个真的那么难吗？我其实都找超简单的哦。那我们要在留言处抽奖送最后一个小礼物哦，你只要留言处把他们九个名字全部都打出来，我就会随机抽一位送给你们哦。那我今天之所以会接访这个主题，是因为我本人有在主持一个网络节目叫性资料研究室，我觉得看片其实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，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，男女也可以一起看，所以呢，我是觉得大家不用那么避讳，我觉得台湾可以再更开放一点。